月二十日，林子祥为将在本月二十五日推出的全新发烧碟举行记者会，其 DVD 内收录以英雄作为题材的纪录片。林子祥也找来多位圈中人做访问，大谈他们的英雄经历。问这个英雄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我有一首歌，一首歌是很久以前写下来的嘛，不过最近我就填了英文的歌词，那个英文歌词就是讲英雄的。那么我觉得我就是想用这首歌可以带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旁边的英雄。有媒体问他会不会和太太叶倩文合作，他说以前跟太太合作，但是他已经好久没有参加演唱会，希望他能重新走上舞台来参加老公的演唱会。上一次我那个烂明星呢，我的那个 mini concert 他都给我唱了两首歌，不过我不是我呢，我想很多人都在等他再有机会可以出来，或者又可以玩这个 Hi-Fi 地方，或者做演唱会，希望他会了。